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别再靠近我，不许再上前一步。 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这样，我真的不想这样。我恨你，我更恨我自己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害死了我娘，是我，我是拿刀的那个凶手。 插在了我娘的心上，我娘的心很痛，她的心很痛。对不起，雪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我完全是因为爱你。你别说这个字，我完全是因为爱你。你不准你说这个字。我娘她还在呢，她在天上看着我们两个人。娘，我永远不会让你。 娘，再过2个月，就是程家迎接孙子的大喜之日了。不管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风风雨雨，这个孩子，终究是程家血脉的传承者。希望娘在天之灵，能够保佑大小姐、母子平安。我也会尽到为人夫、为人父的职责，遵循娘的意愿，好好的守住程家的香火。 娘，如果不是女儿任性妄为，原本娘还可以跟我们多享几年天伦之乐。娘，女儿知错了。
娘是不会害我的。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，是我自己不知好歹，铸成大错，遗恨终生。起来吧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有很多事情，无论我们怎么懊悔，怎么不舍，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既定的现实。我们也希望时间能够逆转，娘能够回来，可这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牢记娘的遗愿，这样娘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安慰。哎，小心。雪儿，雪儿，你听我说。江少爷，请问你有何贵干？这没你的事儿，我有话要对雪儿说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雪儿，我知道你为了你娘的事儿还在生我的气呢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？江少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娘是怎么死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事关两大茶庄的颜面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追究你的责任。住嘴！你凭什么来恐吓我？你这个吃软饭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以你那天的所作所为，如果硬要追究的话，你是会吃牢饭的。我们既然已经对你既往不咎，希望你能够自重，不要再来找雪儿。你别忘记了，你只是个长工，你以为你飞上枝头就变成凤凰了？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？别忘了，你只是个下等人。够了！雪儿不是你教的。江海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荣华现在是我的丈夫，他就有这个资格。荣华，我们走。雪儿，江少爷，不仅仅是你江家在地方上要做人，我们家大小姐也要做人，所以以后请你在外面说话注意一点，给自己留点口德。茂叔，您查一查这个数目对不对？啊，不用点了，大掌柜发的款子我们是绝对相信的，一定错不了的。行。我说雪儿啊，老板娘也过世了一阵子了，我想大伙应该把心情收拾收拾，好好想个办法，把咱们以后的事业做好做大。是啊，再怎么说这么大的茶庄也是老板和老板娘辛苦一辈子的成果，
我相信老板娘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生意好好做下去。对。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不过你们放心好了，今后我一定会把生意上的事情管理好的。哎呦，其实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。你说你要养好身体，要好好准备待产，茶庄里的生意又那么大，各种事情千头万绪的，怕你顾此失彼，你这蜡烛两头烧，哎呦，累坏了身子，你说这生意可能又要有所怠慢。是啊，这所谓的抹布管茶几，锄头管粪机，想做大事业的话，也必须多几个人分忧解劳，各司其职。那方婶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多找些人来帮忙？当然不是让你再请些人，是让你啊重用有能力的人，把这对的人呢放在对的位置上。雪儿，你不是也想过等时机一到就让你百万叔做回这大掌柜的？荣华这大掌柜的可是我娘生前安排的，现在娘尸骨未寒，就开始变更娘的安排，我觉得有点不大合适吧。再说了，荣华自打接了这个职务以后表现得很称职啊，任何事情都坚持亲力亲为。哎呀，我呀实在是找不出什么挑剔他的毛病。是啊，荣华做的确实不错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我在这个茶庄这么多年都是尽心尽力的卖命啊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现在弄了一个什么顾问，薪水又大不如前，哎呀，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嘛。哎呀，是啊，就怕底下的人呢笑话你方叔，这个顾问是顾而不能问。方婶儿，方叔，那你们俩倒说说看，希望我怎么做呀？这样，这个恢复以前的薪水就可以了，这样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顾问好像是个降职的闲差似的啊。好吧，就依了你们的意思。不管用什么标准，这一季的茶叶确实是让人无法挑剔。大掌柜真是识货的专家呀，这批究竟好在哪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大掌柜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毛叔，您去忙吧，我自己逛逛就好。好吧，那我就去忙了。上好的松罗茶，尝尝。嗯，好吧，不错不错。有什么事啊？
哎，江老板，在先前呢，老卡在冯院那一关，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没再跟你谈下去。现在好不容易，冯院死了，他的女儿现在当家做主了，您放心，您那块地我一定保证给您卖出去。关键我对你不放心。嗯，程雪那个丫头你搞得定吗？你别像上次啊，偷鸡不成，反把我的米全丢了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现在我跟小梅可是程雪唯一的亲人了。蒋老板，实话跟你讲，上次为什么老卡在冯院呢？那就是因为你那块地的价钱太高了。我跟你说，您这次啊，往下降。哎呀，低买高卖，那售价越高越好啊，是吧？哎，你忘了，我是用成交价的一成作为酬谢你的佣金。啊，这个售价越高，你的佣金不就越高吗？啊？嗯，说的也是，谁又跟钱过不去呢？好，啊、好。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江海生的事情。这件事情不用再谈了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别这样，再怎么说你们也曾经相爱过，现在他们家生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如果你把那块地买下来了，他们生意就周转过来了，而你呢也能得到一大块土地，这对咱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事，咱们就当做件好事了。是啊，雪儿，这老板娘生前就有意要买下这块土地，准备改分店，后来听了荣华的意见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现在我们这么做也是完成老板娘的心愿嘛。我永远都忘不了娘的死，忘不了那天的那个情景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的。雪儿啊，那纯属是一个误会嘛。人家江海生怎么可能要故意陷害老板娘呢？是啊，老板娘的死她心里一直不好过呢，很自责。嗯，要不这样，雪儿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把她叫来程家祠堂，让她向老板娘的牌位下跪认错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待议吧。老叔，哎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当心点啊。慧音。
明杰。好，谢谢。慧英啊，你到底嫁给了什么人？你丈夫怎么能让你住在这种地方呢？还有你每天辛辛苦苦出门去干粗活。我没有在家。那荣华昨天看见的男人？回音呢？回音。哎，顺哥。哎，水给你打回来了。这是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哎，来客人了。啊，哎，要不进来坐会儿，喝口水再走。你们聊吧，你嫂子叫我回家看孩子呢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哎，慢走。哎，是房东大哥，他们两口子看我怀孕不方便，就总过来照顾我。那你的孩子是荣华的。我是搬到这里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你可能不能理解，像我这样怎么养得起孩子。起初我也没有打算把他留下来，但我一想到荣华被程家招赘，他以后的孩子就都得姓程，那他们王家就等于断了香火，所以我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。你这样做会不会是太傻了？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。明杰，我求你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荣华。你为什么不愿让他知道？你怀的是他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肯让他知道呢？因为他有家了。她是程家的女婿。程雪是他的妻子。他的生活不该因我而改变，或者说不会因为我而改变。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，挣扎只会更加痛苦。慧英，请你收下这笔钱。我不能收。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荣华的心意，也是他应该做的。你不要再让他有更多的遗憾和愧疚了。求你不要让他再来找我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可躲。你说什么？让我去给冯燕的牌位下跪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这样推你一下，你会死吗？会吗？他的死赖不到我的头上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这个老东西，我跟雪儿能形同陌路吗？哎，要是你，你能跪得下去吗？你跪得下去吗？你，都老黄历了，别提了，让他过去吧。
哎呦，没人说你有错，可你要是想跟雪儿化解恩怨呢，你必须要这么做。儿子，俗话说成大业者不拘小节呀，啊，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不就是向着刻着老太婆名字的木牌下个跪吗？你下个跪，这卖地的事就好说了，卖地的事儿一解决，那咱们这个宝龙茶庄生意不就兴隆了吗？傻儿子。是啊，这江老板说的对呀，你只要想到一个结果，至于过程，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啊。跪个木板，跪个石牌，这算什么？哪怕你跪个狗屎都不成问题啊。啊，嗨，我看这事算了，有人呢宁愿自己茶庄倒闭，也不愿放下大少爷的架子。这事儿我们就这样了，百万走。哎哎，走了。哎，百万，走啊。你等等。哎呀，你说你找到婚姻了吗？找到了。啊，你托我给他送去的钱他也收下了。另外什么？先前柯修对我们撒了谎，其实他跟婚姻一直都有联络。还好有柯修姐，要不然婚姻太孤单了。你见到他男人了？回应他，他没嫁。没嫁人，那怎么会大肚子？明姐，你说话，她没嫁人为什么会大肚子？回应肚子里的小孩是你的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婚姻。婚姻说了，他已经没有地方可躲了。如果你去找他，他会再消失，你就永远找不到他。我有孩子了。我要当爹了。哎，你看看这叶儿都黄了，这该选好的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啊，再选一选。茂叔，好的。哎，婚姻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我想向你请半天假，去医院做个检查。那好啊，我早就劝过你了嘛，不要那么辛苦。尤其是你是待产的产妇，你的身子不仅影响到你自己，还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小孩。哎，那你下午安心的去看大夫吧。啊，工钱我会照付的。谢谢您。去吧。婚姻，你是不是认识天风茶庄的人呐？不太熟，只是以前在那里做过事。哦，那你去吧。伯母，今天我是诚心诚意向您认错道歉的。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宽厚的人，我也知道自己犯下的错
无法弥补。希望您在天之灵可以原谅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向您赎罪。雪儿，我已经向伯母认错道歉了，我也相信她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记恨我，忘掉过去，咱们还像从前一样好吗？既然完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呦，雪儿，你看人家海生多有诚意呀、啊！我相信老板娘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。要不，咱们就原谅他，啊？雪儿，人家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朋友永远不嫌动。您就往前看，过去的事儿，您就别在意了，好吗？他这样做。本就是应该的，不值得你们这么为他说好话。雪儿，我想跟你找个地方好好谈谈。婚姻啊，他不在啊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医院检查去了。哦，哎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他的一个朋友。哦，那你留下个名字什么的，等他回来我转告他。啊，不必了，我改天再来吧。哦，那好。今天你愿意跪在我娘的牌位前认错赎罪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那块地吧？我真没想到短短半年我在你心目当中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雪儿，你了解我对我父亲的事情从来都不感兴趣。我今天之所以下跪，完全是因为你。你娘去世之后，我不仅失去了你的人，也失去了你的心。既然你已经接受了这样继承的事实，那我们之间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认清事实不代表我接受事实。我不明白，我想不通，你既然不爱王荣华，为什么跟他成亲，而且你还怀了他的孩子？你是在报复我吗？江海胜，你不要太瞧得起自己了。你觉得我会为了报复你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吗？
你有事再瞒我。你想的太多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之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和王荣华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一个就像是在天，一个就像是在地。可是嫁给王荣华以后，我才明白我娘为什么会那么器重他。他做事认真勤快，为人老实。我娘之所以把我和茶庄托付给他，现在看来，不得不说我娘的眼光是正确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在短短的时间内你被一个长工改变了。他王荣华哪一点比我好？江海生，也许王荣华在你眼里哪一点都不如你，但是有一点比你强就够了，那就是王荣华敢于承担，而你不敢。王荣华敢于默默承受一切，可是你不敢。如果一个男人连他自己肩上的责任都不敢担当的话，我不知道哪个女人敢于把自己托付给他。这么说，早就做了决定了，那你为什么让我下跪？你是存心在糟蹋我。江海生，我请你搞清楚了，今天是你自愿来的，我并没有请你。还有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在那个雨夜全部都结束了。这么说，从今往后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？我想是的。在我江海生的字典里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雪儿，我希望请叫我程夫人。好，程夫人。从今往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店里还有事儿，失陪了。慧英啊，顺哥，嫂子回来了，检查的咋样啊？大夫说挺好的。哦，顺哥，今天真是又麻烦你了，你帮我劈柴啊，挑水，还给我把门修好了。没啊，我今天出去干活，刚回来。嗨，这回啊，不是你大哥干的，中午来了个小伙子，找你你不在，结果呢，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的就把活干了，干完就走了。小伙子，嗯，啊，是上次来的那个吧？不是，比上回来的那个吧个子矮点儿。我问他叫什么，他怎么都不肯说，只说他是你朋友。婚姻啊，我看那个小伙子啊，
真是一脸憨厚相呐、啊。